今天是2021年12月11日，咁啊，之前考路试就疲劳咗啦，咁啊今日试下嚟大体学院睇下有冇快期啊，因为之前诶排到成8月19日，哇太耐啦，19个月后，咁啊今日翻嚟睇下，哇真系好彩，真系要排齐，点知排到个1月28日。哇，咁好快可以再考啦，咁真系正！而家我喺隔壁学院。